来，这几天心情不好吗？爸爸什么时候才会办完重要的事情？还要需要一点时间。所以你还没有要回家？如果你还是不想跟我们回去的话，那我可以先带凯凯回家，但爹地真的很可怜，每天以面洗泪的。啊？你说错的是眼泪洗面。以面洗泪啊。以泪洗面了。我天哪！家里乱成这样，我该会生病。什么法子变了？这是没有我的不行。到底在搞什么乱？凯凯，爸爸问你，爹地生病很久了吗 ？Jerry， 你看。爹地都已经病到慌张了，还不去看医生？你要说的是病入膏肓吧？啊，你不要再讲成语了。到底在搞什么嘛 ？Yes， 抱进去。Damian， 你是不要命了吗？你怎么可以拿生命开玩笑啊？你还有两个小孩要顾哎。而且爹地说没有你他也不想活了啦。你少在那边听他胡说八道。哎面儿。baby， 我们不要再吵架了好不好？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真的很希望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你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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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我啦！嫁给他 ，baby， 你怎么了 ，baby， 你们都骗我 ，baby， 嫁给我啦！妹妹，啊，你，我不要，不要，你干嘛呀？